前一定要喝了它，润润嗓子呢。哎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小南平时没有迟到过呀，为什么今天迟到了呀？老师，依我看呀，他明明知道今天有歌唱比赛，是故意不来的，因为啊，他感觉他自己唱歌很难听。我看呀，他估计是弃权不敢来了。对，咱们开始吧。老师，我来了。哎，小南来了。嗯，行了，现在既然人都到齐了，我们开始比赛吧。这次奖品可是很丰富的哦。我先来，我先来。好吧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更多了一个伤，爱你和我那么像却不都一样。哇，太棒了，明明唱得不错，谢谢老师。这次该我了，男士优先，女士靠边。命醉小老鼠上灯台，跑得快，不是路人，喵喵喵，忘人了。你干什么、啊？张小雨，你这唱的歌能让耳朵听吗？人家唱歌要钱，你唱歌是要命呀！我感觉我唱的好听。就是就是，老师说的不错。行了，该小南了。好，我给大家唱一首《樱花树下》。小南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赶紧唱呀！老师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一唱歌就发不出来声音啊。小南，你别在这里胡说了，如果你唱歌发不出来声音，为什么你说话怎么有声音啊？你这是故意批辩大家。老师，我看小南是故意捣乱的，还是直接判他弃权吧。对，老师，弃权。对，行了行了，都别吵了，我觉得这事儿啊有蹊跷。小南，你今天都吃什么了？我今天早上什么也没吃啊，就喝了一杯水，是我妈妈准备的润喉水呀。水，这水啊肯定有问题，走，我们去看一下。我看呀，这水啊确实有问题。对，这水能有什么问题啊？老师，有古怪。那老师这该怎么办呀？行了，你们先别着急，我叫小精灵问他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小精灵，小南老师怎么啦？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水到底有什么问题呢？我用回忆之镜看一下，回忆之镜。嘿嘿嘿，小南，等到你喝了这杯加了魔法的水，你就永远唱不出来美妙的歌声了，这样子我就能得冠军了。能不能原谅他呀？小南，这就要看你自己的啦。那我想一想吧。